你一腔孤勇与时间决力，满身疲惫仍抵夜前行。我是他的事情还没做完，可能今天又没时间回家了。没事儿，你工作要紧吗？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？玲玲乖啊，爸爸工作太忙了回不来，等放假了一定带你出去玩好不好？却忘了回头看看身后追逐的目光。我去看看孩子，先不说了。你在那边记得好好照顾自己。玲玲，你听妈妈说，等爸爸放假回来了，我们一定带你出去玩好不好？你先把门打开。那些被偷走的陪伴，需要用爱来加倍偿还。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？爸爸骗人。回家就是将多少崎岖一一走过，你匆匆奔赴，如此风尘仆仆。每一幅快进的风景，都藏着与思念有关的故事。跨越山海，勿忘归家。家，就是新年最好的礼物。